的每一本。以往比较浓，比较猛一点，凶一点，所以你觉得嘞？如果要调整的话，不要调这样好。真的吗？木材的味道，有可能。嗨，看到你呼唤我。哇！我刚刚在捷运上，刚刚在看你。哎，好、啊，来、啊。我想说，你都叫我了，就来吧。耶，吉卜力。这个第一次见面，老板泡的汤。嗯，这是什么豆？就这次的。对。所以可以泡这个。可以。啊，太棒了。可以做这个。可以。嗯。然后拿铁可以。对。手冲也可以，手冲外面小姐喝的。哦。然后冰的热的。嗯。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就跟你讲，你只要持续，持续就。啊，至于拍什么东西，就看你。因为你们一直会有新的东西进来，可能会有新的豆子啊什么，你都可以，我觉得都可以去介绍。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在拍这个影片，其实已经不是拍爽的。因为你现在 YouTube 频道在讲，对，可是你要让人家有个结账，对，有Tiger Cafe .tw 啊，快弄好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弄好来帮你宣传，哎耶，帮你宣传，好好，谢谢。来虎记多久了？应该有三年了吧？不止，五年了。5年。那你觉得好吗？跟平常的？跟平常的，我觉得，跟上一支比较亲近。缺点呢？缺点吧。嗯。没缺点。干，不要那边业务嘴，快点，缺点。缺点。他们不能为了没工作来被坑，没工作。哎，他喝五年老客户嘞。缺点。哎。我不喜欢酸咖啡。然后它酸吗？一点点。啊。所以要再厚一点。再厚一点，浓厚一点。好，谢谢你的意见。这是很白啊，这是我的感觉。OK OK， 好。有点涩口了。哎，靠腰，我还没问嘛。我没有，这我也剪掉干。今天的影片说刚烘好的时候，刚好正好是当天。然后被挨骂的人在那边。你懂不懂？你懂不懂？我口这么酸，很酸，对。可是我觉得除了酸之外，好像还多一点点其他的味道在前面。什么味道？我喝喝看。哎，一杯分三个，它太寒酸了吧？就是这种，就哦，你说舌尖那个，对对对，对，哦，呛呛辣辣的。下礼拜有的调整了，对。它是第一口香是超酸。恭喜啊，生日快乐！对啊，谢谢。今天喝了 Double Espresso。面对镜头会害羞，就是害羞屁，你导演嘞，导演做幕后的、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弱，嗯，所以你觉得好吗？有没有什么意见？就喝过最实在的 espresso， 这是 Piccolo。缺点，硬要讲一个，对吧？味道再重一点，味道可以再重一点。好 ，OK。我们会诊了一下这两天大家试喝的意见啊、哦，那大致上就是风味上可能要再强烈一点，然后这两天素材进来，我们就会开始把最后版本的配方做出来 ，OK。拜拜。拜拜。果然可以帮你们。